个短暂的方法勾回去。然后呢，就是到了我们流扣眼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给它正常勾就行。好，我们先把第一针短针勾好，然后到了我们流扣眼的这个横杠了，对吧？我们就在这两针辫子针上面给它再次勾出两个短针来就行，直接在这个横杠的下方穿针，勾出两个短针，一针两针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说呢，按照前面这个地方每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一针的方法勾过去。一直勾到我们这个我们中间呢，就是说我们上面那一部分呢还有一个扣眼的部分。大家看一下，到了我们这个横杠这个地方了，还是给它勾上两个短针。好了，前面这个针眼里面分别勾好。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一个针眼里面，我们也要给它连接的，给它先穿过来最后一个针眼。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一个长针上方呢，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横杠的，这样的一条横着的一个线圈，我们也是给它这样穿过来，这样给它穿过来，横着穿过来就行了。然后同时呢，穿过这两个线圈来就行了。然后呢，勾一针短针。这样的话呢，我们第三行就和这个地方连接好了，我们就勾好了这三行的短针了。然后呢，我们这个线呢就用不到了，把线勾过来就可以把这个线给它剪断了，把这线给它剪断。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给它连接好以后呢，我们上面这一片呢，它是压在下面这一片上面的，这两片呢它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两片是重叠在一起的，这样就是上下分别勾了三行的短针，然后呢分别和下面这花型呢给它连接在了一起。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勾好了，后片这个地方豁口这个位置就给它勾好了。我们外面的这一片大家看一下，它是需要留出这两个扣眼的，然后里面这一侧呢就是三行的短针，不用留扣眼。好了，我们把这个部分完成以后呢，我们外边这个地方的线尾呢已经给它剪断了，然后呢，我们里面的这一片呢线尾呢并没有剪断，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接着勾就可以了。我们接着往回勾，那么我们再勾的时候呢，就勾这个领口这个位置了。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的穿针位置呢，就是说在有针眼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个短针就行了，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个短针。然后长的这个长针上面或者三个辫子针上面呢，分别给它勾上三个短针就可以了。现在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是勾了三行的短针这个边，对吧？所以呢，我们在第二行第三行之间，在第二行第三行之间呢，给它勾出一针短针来，从这个地方勾出一针短针来，然后在第一行和第二行之间勾出一个短针来，然后呢再过渡到前面的针眼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着往前面勾，先勾一针辫子针，然后呢在第二行和第三行之间穿针勾一针短针，然后呢在第一针和第二针之间第一行和第二行之间勾一针短针。好，这个边儿的这个部分就勾好了，然后到了前面的三个长针上方的针眼这个部分了，就按照有针眼的地方呢对应针眼来勾，在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个短针。有三个长针，有三个针眼，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先勾好三个短针。然后呢我们到了前面这个地方了，我们前面这个地方它是有两个针眼，这是一个针眼，然后这是一个针眼，然后这个长针呢是从这个针眼里面出来的。我们不要管那个长针呢，我们先在这个前面两个针眼里面分别给它勾出一个短针来。这个针眼勾一个，然后呢前面这个针眼勾一个。好了，接着就到了我们长针这个地方了，我们就在长针这个地方勾上三个短针。
好了，勾好三个短针了。我们前面这两个针眼分别给它对应着勾出一针就可以了。前面两个针眼分别对应勾出一针。好了，接下来要接着往上面勾，就在长的这横杠上面，无论是这个辫子针的地方，还是长针的这个横杠上面，分别选择给它勾上三个，短针就行。一直勾过去。就是在最外层的这个，长针上面也好，辫子针上面也好，就是在这个横杠上面穿勾上三个短针。我们一直呢往前面勾。好，到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这个减针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儿呢是有两个针眼的，这两个针眼呢，就是这个针眼里面，我们是出来了一个长针。然后呢，我们在这长针上面已经勾好了三个辫子针了，三个短针了。那么这两个针眼呢，我们还是要分别给它再勾上一个短针，和我那，刚才最开始的那一侧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这两个针眼呢，分别给它再勾出，两个短针来。好了，接下来接着往前面勾，这个地方都有针眼的，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的方法勾过去。大家在勾这款小衣服的时候呢，如果有遇到这编织问题呢，可以随时过来找我的，可以加我的私人微信。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 QQ 群，还可以直接去店铺里面询问我们客服都行的。在每一集最开始和最末尾的屏幕上方都有显示联系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如果想直接购买材料包的话呢，可以直接去屏幕右下角的娟娟编织毛线材料包店里面就可以了。这儿大家看一下，和刚才是一样的。我们这儿呢是出来了一个长针，对吧？下面这两个针眼呢，我们也要分别给它勾上一个短针，然后长针上面再勾出三个短针来。我们先把这两个针眼分别勾出一个短针。好了，接下来横杠上方呢还是勾出，这个长针上方呢还是给它勾出三个短针，接着往前面勾就行了。那么大家在找我们店铺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准确，因为现在呢，好多家店铺都在使用我们的视频呢，所以呢，姐妹们一定要找准我们的店铺，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材料包里面这个用线呢，才会更加的这个用量更加精确，对吧？而且就是说，如果遇到编织问题的话呢，还可以过来找我们的，能够得到这个编织的售后指导，那个其他店铺是没有这个优惠的。对吧？然后呢，如果姐妹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我的视频。想看我其他视频的话呢，就在那个一些大的视频网站上面直接搜索“娟娟编织视频”，就可以看到其他的我所有的视频了。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购买的材料包，因为材料包里面的线呢，才是和我们视频里面这个线呢，粗细也好，材质也好，是一样的，对吧？按照视频里面的勾法来勾呢，才能够勾出和视频里面一样大小的衣服来。好了，最后这个地方呢，我们是给它同样的每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来就可以了。我们来勾一下，把这个长的线圈呢，直接就是勾起来就行了。然后呢，把这个长的线圈直接勾起来，不用管它。这是我们最开始就是把那线拉过来的那个地方，直接勾在里面，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个短针的方法，把最后这个地方给它勾好。到了我们最后的这个三行这个短针的这个地方了，我们在这个两行之间勾出一针来，然后在第二行、第三行之间呢，也是给它勾出一针来。好，勾好以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它和就是说第三行的位置呢，它这个地方它不是齐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就是说我为了保持，就是在一条直线上，我们在这第三行最后的一针的这个位置呢，还是给它再勾上一个短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齐的一个直线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呢勾过一针辫子针来，给它拉长。这根线呢，我们要给它剪断的，因为如果我们接着往回勾的话呢，我们这花型呢它是那个，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线呢给它剪断就行了。然后呢，下一行呢，就是我们再重新把线带入，再勾那个花瓣的部分。这线尾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给它那个先这样待着。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一圈的这个短针呢，就领口这个地方呢，全部给它勾好了。第一圈短针勾好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第二圈的这个花瓣的，就是和我们袖口这个地方一样，这个花瓣的这个地方了。我们重新呢把线带入，在这个第一个辫子针和第一针之间的部分穿针，也就是从最开始这个地方穿针，穿过去。这个地方勾的比较紧，不太好穿。然后呢，我们把线勾住，拉过来。好了，把线呢给它横在里面，直接把线尾勾起来。先勾三个辫子针，先固定一下。然后呢，我们勾三个辫子针。花型呢和前方是一样的，在同一个针眼里面勾三个辫子针，然后呢再勾三个长针。还是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再同时勾出三个长针来，一针、两针、三针，好，勾好了。勾好以后呢，接下来我们隔开三个针眼，从第四个针眼里面穿针，用一针短针连接一下。好了，我们第一个花瓣就勾好了，三个辫子针。在短针连接的这个针眼里面，再给它勾出三个长针来。勾这个花瓣的方法呢，和我们那个袖口的那个方法是完全的一样的。因为我们第一行的短针已经勾过来了，所以呢，我们第二行在勾的时候，它是有这个明确的针眼的。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勾一圈儿，一直勾到就是我们这一侧后片的这个外侧的这个地方。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勾法呢，就是和我们那个教给大家的勾法是一样的，没什么特殊的。中间呢就是隔开三个针眼儿，对吧？慢慢的勾，一直呢就是勾这样一整圈儿。勾到这个地方，勾到这儿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地方。大家先跟着我，先把这个花型呢勾到这儿。大家跟着我呢，先勾过来。中间呢就不再说了，中间就是隔开三个针眼儿。给它连接一次，开始勾新的花瓣儿。好了，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勾这样一圈勾过来了，勾到了就是说那个，豁口的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呢，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在这个最边缘的这个地方给它勾上。这样的一个花瓣儿，必须在这个地方给它勾上一个花瓣儿。所以呢，就是为了能够在这边缘地方给它勾上一个花瓣儿，我们中间的这点针数呢，最后这个地方呢，你要给它均匀的分配一下。假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正好呢是这个这个正好是我们需要隔开的这六个辫子针呢，它就比较好勾了，对吧？如果不是六个辫子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中间勾上一个。然后最后呢，也一定要赶出一个花型来。中间呢，如果剩下两个，或者说甚至是四个的话呢，也要给它赶过来才可以。在最后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勾上一组花型。好了，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个针数它赶得比较正好，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它隔开三个辫子针，从中间部分呢，先给它勾上，一个花型。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勾的时候呢，它不是六个辫子针，那你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尽可能的均匀分配一下，就是这个地方隔开两个，或者说下个地方隔开四个，一定要在这个最后的边缘的这个角的部分呢，再给它勾出一组花型来，从这儿勾出一个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它比较好看。在这个边边角角的位置呢，我们在勾的时候尽可能的就是什么呢？把它这个勾均匀，勾好看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角的部分呢，再给它勾出一个这个花形来。钩针呢，相对于棒针来说，它就比较随意了，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呢调整这个针数。然后呢，后面还是隔开三个辫子针，从前面穿针连接一下，接着往后面勾。我们勾这个小衣服呢，尤其是在这个边边角角的位置呢，我们一定要灵活运用这个针法，只要不影响美观就可以了。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一直勾到最后的那个地方。最后那个地方呢，我们也是要灵活的运用一下这个针法。如果呢留的这个辫子针呢不是特别正好的话呢，比如说留下了三针，比如说留下了四针，对吧？我们就直接把这四针跳过去，在最后那个地方穿针就行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后这个地方，这是留下的是正好是四个针眼，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把这四个针眼全部，跳过去，对吧？从这个最后一个针眼里面穿针，给它连接一下。最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门襟呢，它不要勾的这花型不要勾的特别紧了，不然的话这个地方不太好看。所以呢，你就是说最后呢，如果剩的针数不是特别多的话，四五针你都给它跳过去就行了，对吧？然后如果剩下两针也是这样给它跳过去。在最后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这样连接一下，给它勾一针短针连接好。好了，我们就勾过一个辫子针来，把线给它剪断。好了，姐妹们看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地方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呢，不要把这花型勾得过于紧了。这个地方一般就是说勾上这四组花型就可以了，四组花型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也比较短，所以勾上四组花型，这个地方留下四五针呢，就全部跳过来就可以了，不要勾得特别紧密了，紧密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好看。好了，我们这个地方勾好以后呢，我们这一整圈就勾好了。我们把这两根线尾呢给它处理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接把这两根线尾呢给它这样拉过一根来，然后呢把这一根线尾呢也给它拉过来，直接呢把两个线尾呢拉到衣服的里面，对吧？从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它直接给它绑一下，直接给它绑一下。好了，然后呢长的部分呢可以给它剪断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也可以呢直接就是说你把这个线尾呢再随意穿起针呢往外勾一下再剪断也行，直接剪断也可以。那么我们这个领口这一部分呢就全部勾好了。你按照相同的方法呢把另外一个袖口呢也这样给它勾好。另外一个袖口呢我就不给大家再详细的演示了。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领口这一部分，前领口后领口这个豁口的位置就全部完成了，这样给它重叠在一起就可以了，这个地方重叠在一起。这是我们前面领口的位置，大家看一下全部勾好了这一圈。那么你在这个扣眼对应的地方呢再给它钉上两颗小扣子，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那么你再把那个另外一个袖口呢给它勾好。接下来呢我们勾一下这个小裙子上面的这个白边的部分。我们这一层白边在什么地方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在每一层的这个花型的就是第三层的这个地方上面来勾。就是在这第三层上面的这个两个辫子针的这个地方来勾这一层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哪个地方开始勾呢，一般就是从腋窝下方的这个地方开始起针，也或者你在这个地方，这边呢比较好区分，我们这儿呢留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线套，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勾，其实从哪儿勾都是一样的，我们从这儿开始穿针就行了。就在我们每次穿针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就是在每一层花瓣的第三层上方，它不是那个把那个长针分散开了嘛，
对吧？每两个长针之间呢，它是有两个辫子针连接的。那么我们就在这两个辫子针上面穿针，辫子针的这个横杠下方穿针过去就可以了，都是在这个地方穿针，它比较明显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勾一下，我们就在两个辫子针的横杠下方穿针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穿针。我们前面这是一个花型，然后后面是一个花型，就在这个两个花型这个中间的，就是这个横杠下方这个地方，第一个横杠下方开始穿针，接着勾就行了。我们来勾一下，把线拉过来，然后呢把线尾压住，先勾一个辫子针固定一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勾三个辫子针，我们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勾一个小花小狗牙的这样一个花型吧，它就是说由三个辫子针构成的。勾好以后呢，我们回一下头连接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来勾一下，连接好以后呢，我们先勾三个辫子针，一针两针三针。好，勾好这三个辫子针了，那么我们就还在这个横杠上方下方穿针，用一针短针呢在这个横杠上面给它连接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给它连接一下，好了，这个地方就勾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还是勾三个辫子针，勾好三个辫子针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第二个横杠上方穿针，用一针短针连接一下。好了，接下来就还是这个勾这个狗牙针，它是由就是由这个三个辫子针组成。然后呢每一个横杠上方呢，我们除了第一个除外，每接下来的每一个横杠上方都是连接两次的，我们这是第二次连接了，对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勾就行了。每一次呢就是在这个横杠上方呢，我们是给它连接两次的，连接两次，然后在新的横杠上面也是连接两次，每一次都是这样给它连接，用短针呢连接两次，连接两次就可以了。除了第一个横杠上方这个例外一点，以后的从第二个横杠上方它都是给它这样连接两次就可以了，连接两次。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先勾三个辫子针，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从新的横杠上方进行第一次连接。好了，接下来再勾三个辫子针，好了，进行第二次连接就行了。每一次在这个两针的辫子针的横杠上方呢，给它进行连接两次就行了。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这样给它勾这样一整圈就可以了，连接两次。我们按这个方法呢，给它这样勾一整圈就可以的。这个地方没什么难度，就在这个两个辫子针这个地方连续给它连接两次，勾这个狗牙针。每一个狗牙针呢就是由三个辫子针组成，勾好三个辫子针呢就连接一下就行了。我们这八层呢都是这样一个勾法，所以接下来姐妹们跟着我呢，先把这一层给它勾好，连接一次了，然后呢再勾三个辫子针，再进行第二次连接。好了，按这个方法呢，我们就给它把这一整圈给它勾好，都是在两个辫子针的这横杠下方穿针连接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就这样一直勾这样一整圈勾过来就可以了，就是呢在这个每一个两个辫子针上面连接两次就行了，连接两次。然后呢每一个花型呢就是说它是由三个辫子针组成的。好，接下来最后的一条横杠先连接第一次，然后呢接下来再勾三个辫子针进行第二次连接。好了，这个地方就好了，这样一整圈全部勾好了，就是连接两次，每一次呢是由三个辫子针组成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一圈首尾相连，就在我们最开始穿针的地方先勾三个辫子针，然后呢在那个第一次穿针的地方呢我们给它连接一下，在这个最开始穿针的这个地方给它连接就可以的，穿针过去，然后呢把线拉过来，
然后呢，用一针引拔针给它这样连接一下，把这个线圈直接拉过来就行了。然后呢，把这线尾呢就可以剪断了。我们每勾好一条白边呢，就要给它剪断一次线。一共有八层，所以呢，我们需要剪断八次线。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这个勾好的这个三针辫子针上面，把线拉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出来这根线尾的这个单层线圈里面，也是从后往前这样穿针，从后往前穿针，把线拉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就给它连接好了。我们这样一整圈呢，就给它都勾好了这样一层白色的花瓣儿、花边儿。那么就按照相同的方法呢，需要把这八层呢全部给它勾好。我们勾好以后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再整理一下就行了。就是把这个衣服呢，我们这样给它，轻轻的这样给它拉一下，轻轻的给它拉一下就行了。这个地方，把每一层勾好以后呢，都这样给它拉一下。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再把这线尾呢给它处理一下。它还是活结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给它打一个死结，打一个死扣，让这个线尾呢不再脱落，勾过来，然后呢，锁一下针就行了。把那个凡是这个活结的部分呢，你都要给它这样锁一下针。然后呢，再把这线尾呢随意，穿几针拉过来，带一下线，再把这个长的部分给它剪断就可以了。勾到这里呢，我们这个小衣服呢，基本上就全部勾完了，全部交给大家了。还是那句话，姐妹们有任何的编织问题呢，可以过来找我们，找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在这一集最末尾的地方有显示的，大家可以在这屏幕上方去关注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如果想直接购买材料包的话呢，可以直接去屏幕右下角的娟娟编织毛线材料包店里面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扣眼所对应的地方呢，我们再给它相对应的钉上两颗小扣子，钉上两颗小平板扣，我们这个地方也就完成了。